首先，先欢迎各位媒体先进，还有今天与会的各位贵宾。好，那感谢大家在这个繁忙的下午，然后拨冗过来参加我们这个 DJB 娱乐还有 YGN 这个携手合作结盟的记者会。那首先在这边谢谢大家。那我 DJB 成立到现在，那走过了非常多的风雨。那我们是做国际上网卡起家的，所以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艰辛。那但是，我们也很幸运的存活下来。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有30多万的会员，然后也是一个百万级的电商，流量有过百万。那最值得骄傲的是，其实我们的产品顾客满意使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所以一切我们都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各位客户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 DJB 的同仁伙伴，大家的坚持与努力，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现在这个位置。那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娱乐的这个部分再为大家做更多的服务。那我们是2017年从台北发家，那目前其实在日本还有美国都可以看到我们服务的踪迹。那接下来我们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都即将有这个拓点的一些计划。那也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更多的地方为大家做服务，将更好的电信网络还有更优质的娱乐活动提供给大家。那 DJB 的精神呢，其实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是一个最棒的连接者哦。为什么这么说呢？以电信来说，其实我们做的是讯息跟一个资讯流的一个传递，讯息跟资讯流的连接者。那我们也赋予 DJB 这三个英文字母有它个别的意涵，分别是 D 是 Desire， 那 J 的部分是 Journey， 那 B 的部分是 Brilliant。那因为我们很认真深层的知道我们所有客户的渴望及需求，那在每段的旅程当中，我们希望这个可以满足大家的网路的连结，那并且为大家制造一趟最璀璨美好的旅程。那 DJB 娱乐的诞生呢，我们更希望更进一步深化，因为在基本的连接需求完成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做艺人跟粉丝之间的情感连接桥梁，所以我们更赋予了 DJB 这三个英文字母新的意义，分别是 diversity 跟 charity 跟 buddy， 所以我们希望提供很多元的娱乐活动，然后为大家创造非常多的欢乐，同时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是大家生活中最好的伙伴。那在接下来 DJB 的事业当中，我们大概会以三个面向为主，那都是希望可以服务我们的粉丝以及我们的会员朋友，分别是电信服务、还有娱乐服务跟旅游服务。我们在去年也成立了我们自己的旅行社，所以在电信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在刚刚我们看到的落脚的国家都可以成立我们自己的电信事业，那以提供更优质的网络给各位不管是在地或是全球旅游的客户。那娱乐部分呢，那不免俗的就是像是展览啊，还有是快闪店跟演唱会部分，更重要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些 IP 的孵化活动。那最后旅游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旅游，那让每一次的艺人的 tour 可以让粉丝跟艺人更加的接近，以更多不同的面向去接触到各位粉丝心中的偶像。所以这接下来会是 DJB 集团发展的三个主轴。那其实在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 YGN， 我们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其实有了非常多的合作，从疫情中的线上活动呢，再到疫情后的线下活动，其实我们有非常深层的一些共患难的一些时光，不管是好与坏。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 YGN 的两位负责人 Yuk 还有苏斌到现场参加这个盛会。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非常开心跟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这个事业群的负责人 Kim 来帮我们后面做操刀。其实 Kim 在这个相关业界里面是非常非常资深，有非常多的经历这样子，所以期待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发展。
那这个活动是今年我们一月才完成，在泰国的曼谷，我们将首尔的音乐大赏带到了曼谷，是一个四万人的大活动。这对于我们双方其实都是非常一个荣耀的一个里程碑，所以这部分还是可以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其实DJB 娱乐在台湾落地其实有一段时间的，那刚好也有完成了两个小小的目标。那在此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喜悦。在上周其实的大年初五，我们就有做了 Nitsu 的台北的签售会，那当然也是在楼上的场地这边，那现场来的都非常多粉丝。那再者就是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东区其实跟 YGN 这边有合作了 YGN Store， 那也很感谢我们的两位大掌门 AD 跟 TR 今天的莅临。那若是各位粉丝朋友有任何的 K-pop 需求，都可以到我们的 YGN Store 去走一走看一看。那其实店里也不定时会举办多非常会不定时举办活动，那大家都可以去参观一会。好，那在接下来我们在二月跟三月有两个即将到来的活动。首先是在下周，我们在新北的 ZEN， 我们有一个浑然天成的演唱会即将会举办。那再来就是三月的十六、十七号，我们 GOT7 的龙展在泰国的演唱会也会由我们这边跟 YGN 共同的去做举办。那最后还是肯要卖一个小关子，就是大家可以再多留意我们，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跟韩国知名的经纪公司会有一个联合的大型展览，那以及跟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知名天团也会有快闪电的活动，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以关注我们，我们会再做后续的资讯的揭露。那以上大概是我们一些简单介绍，那希望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 DJB 娱乐。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愉快，谢谢。我是 YGN 的音乐制作人，我是 YGN 的音乐制作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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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YGN的기분여러분들께감사인사드립니다今天有各家的媒体还有海外来的嘉宾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进行谢谢感谢저희회사에대해서소개해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那现在先对我们的公司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是一个韩国的音乐制作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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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OP 콘텐츠를위주로많은이벤트를기획하고있습니다我们 YGN 娱乐是以韩国跟泰国为基础，然后有各种的娱乐领域系列活动的公司。현재태국과한국에서공연은한번물론지금대만필리핀호주싱가포르등의파트너들과함께많은이벤트들을기획하고있습니다在韩国跟泰国有各种的演出相关活动以外，现在也和台湾、新加坡、澳洲等等的国家有各种的活动合作。현재한국태국의두군데그리고인도네시아대만말레이시아인도네시아의 K-POP 매장을운영하고있으며现在在韩国、泰国以外，还有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中有各种活动。오프라인팬사와영상팬사등의이벤트로국내뿐만아니라해외팬들과함께많은 K-POP 스타들과해외팬들과의교류를이어나가고있습니다除线下的签售以外，还有线上的签售。那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跟各国的 K-POP 粉丝有着各种的交流。그리고저희는현재자체제작하는프로그램들도한국연예인들과태국연예인들과콜라보레이션해서제작하고있습니다此外还有我们跟韩国跟泰国的艺人们一起共同合作的电视节目그리고한국의많은기업들이해외에진출해있는다른마케팅과
행사들을하기위해서저희들이온라인마케팅뿐만아니라해외마이스행사들도진행을하고있습니다此外，除了韩国企业相关的行销活动以外，也跟海外的各种合作，想要有海外宣传的机会。다음으로다음페이지이거는저희가시즌1시즌2를제작한저희회사에서기획했던푸드트럭벤틀시즌1과시즌2도요거같은경우에는1부는 PPTV라고36번그리고이시즌2는8번에서방영을했었습니다那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在泰国送Food Truck Battle 的第一季跟第二季的韩国与泰国合作的电视节目프로그램에대해서간단히소개하면한국과태국연예인들이음식을만들어서그메뉴를세븐일레븐에런칭하여판매를하는그런프로그램이었습니다简单的介绍一下节目里面的内容的话，就是由韩国与泰国的艺人们共同制作食物，然后在세븐上贩售的相关内容。다음으로저희는현재태국뿐만아니라한국그리고싱가포르필리핀등에서공연을하고있으며除了在泰国以外，我们也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的地方举办一些公演。1년에한10개에서20개정도가량의공연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一年约十到二十个公演的程度在进行着相关的公益活动。다음에다음그리고현재해외진출해있는기업들의공연이나행사들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此外，我们也向海外进军相关的活动公益。다음에그리고저희는해외의아티스트들과함께콜라보레이션하여여러프로그램을만들어서해외로송출하는프로그램들도제작하고있어요我们也派海外的艺人们合作，然后想要做出可以进军海外的节目。아니야현재태국에진출해있는한국기업들뭐코트라 AT 수협등의마케팅도저희가진행하고있습니다现在我们跟 COS 还有 AT 等的合作上也进行着各种相关的特别活动제일많이하고있는마케팅으로서는온라인마케팅뿐만아니라한국연예인들과해외기업들과의콜라보레이션광고같은것들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线上的行销以及 SNS 上面的行销我们想要通过这个行销在海外的各种海外有各种的露出다음이야다음이야네저희는코로나시기이후에많은팬들이대면을할수 없는시기부터시작하여해외에영상통화이벤트를개최하였습니다我们在疫情开始之后，因为想因应病毒无法跟粉丝们实体见面，所以线上的签售会就这样子开始开。현재1년에50개에서100개정도의온라인오프라인팬사인들이벤트를진행하고있습니다现在我们一年里包括线下与线上的签售活动总共是50到100个的程度다음이야저희가코로나때이 DJB 와콜라보레이션에서했었던팬사인이벤트들인데요这些是我们在疫情期间与 DJB 娱乐共同合作的签售活动。
그때부터 인연이 되어서 지금 이렇게 MOU 합작 파트너십을 맺고 앞으로 대만에서도 많은 이벤트들을 진행할 예정입니다. 저희는 현재 한국과 태국의 기반이 있기 때문에 태국에서 인기 많은 뭐 뱀뱀이나 가세븐 멤버들의 공연들을 위주로 많이 하고 있는데요. 덴마크와 태국은 조금 인기 있는 아티스트들이 다르기 때문에 저희가 대만에서도 많은 도움을 받아서 이쪽에서도 많은 이벤트들과 공연들을 하려고 하고 있습니다. 저희가 현재 팬미팅뿐만 아니라 한국과 미국 다른 나라에서도 공연을 진행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제 저희가 작년부터 많이 하는 이벤트로는 전시회 이벤트 다음 넘겨주세요. 다음이요. 除了见面会以外，那我们在韩国跟美国的部分也有像是展示会的活动正在进行。 전시회 이벤트들도 작년서부터 말레이시아를 시작으로 인도네시아, 싱가포르 등에서 개최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현재 팝업 스토어들도 태국을 시작으로 인도네시아, 대만, 말레이시아 등에서도 진행 예정이고요. 저희가 트레저와 영재 그리고 다음에 기획 중인 팝업 스토어나 전시회들도 이미 DJB와 협력하여 올해 개최할 예정입니다. 그리고 저희가 작년에 33회 서울 가요대상을 해외에서 처음으로 개최하였는데요. 지금 올해는 해외에서 또 다른 해외에서도 개최할 예정입니다. 이상이고요. 앞으로 DJB하고 Y글로벌 뮤직 파트너십으로 인하여 저희가 많은 공연, 팬사인 그리고 전시회 등을 개최할 예정이고 앞으로 많은 기자분들의 도움을 받아서 많이 저희 회사와 DJB의 공연뿐만 아니라 다른 컨텐츠들도 많이 도와주시길 바랍니다. 이상입니다. 那现在的话，因为与台湾的DJB公司进行了合作，那除了希望除了公演以外的活动，还有可以制作各种的内容的部分，也是以后的期望。